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街舞运动推广大使张艺兴。距离霹雳舞项目首次亮相第19届杭州亚运会还有100天，希望中国霹雳舞队队员们冲刺阶段全力以赴圆梦亚运，也祝愿队员们在即将举行的2023年 WDSF 亚洲霹雳舞锦标赛中赛出个性，闪耀亚洲。